我要问问我，但是为什么？一二唱。我要问问我，但是为什么？为你，为此刻。咱在座的大兄大弟、孙兄叔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咱吼即马要来讲咱祖师出两首诗，吼，啊讲稍微吼无你解说无讲遐好，因为吼，即吼我无听老师咧解说，但是咱祖师的诗吼，拢白白啊，看者大部分拢会知影，吼，拢会知影。这就是咱祖师吼咧甲咱勉励，讲今仔日叫咱修行，咱就是爱真正行这个正道。吼，咱即摆来看咱祖师吼头一首诗安尼讲，吼，名利款人结妙缘，忍苦安贫脱灾牵，爱惜孔门十二子，素来福禄受天缘。我即摆吼简单解说一下，相信恁的学问哦比我较清楚，啊！我即摆就解说一番听。祖师就是讲，你若明白这个真理啊，啊，你了后去劝人，去劝我世间人吼，后来结这个啊，这个妙道，这个妙道啊，就是若要讲，就是咱的真道啦。哦，这我是讲解说真正要修行的这个道，这个因缘哦，啊，去劝我世间人哦，啊，来讲这个真正的道，叫咱要安怎修行，你就照咱老师吼、甲祖师讲的修行，去劝我世间人。啊，你因为修，咱这个修行人哦，必须哦，爱经过真正的这个苦楚，所以你若碰到这个逆境，你就爱忍苦。啊，若家庭若无好呢？安分守己，安贫乐道，安贫吼，咱顶回有因这个因这个言会啊，吼有因孔子的三个弟子，其有三个，咱有因有三个啊。咱我即卖讲言会，一般拢讲，伊遐尼艰苦，伊嘛安贫乐道咧。结果伊话伊按照安尼修，吼嘛法度做圣人啊，安尼，你才有法度脱到这个灾天，安来灾天因为呐，你知影道理了啊，你知影你在这个吼这个社会，你都袂去做这个过。哦，这做这天就是袂去做过事，你就照这个真理落去修吼、哦。你今仔要修行嘞，头一关你就是啦，啊爱修这孔门啊，孔子的这个论说啦、啊，啊这个礼节吼，唔通家乌白按哦。所以咱即摆修行人哦，咱基础爱拍好。可比讲你若写字哦，老师以前咧写字的时候，迄礼节哦，伊无讲甲等落迄个这本书。粪扫人啊，吼，伊拢捡捡咧，啊捡捡去也烧掉。啊，我吼，我嘛学伊啦，实在讲我嘛学伊哦，我拢创一卡人啊，哦，创一个款的吼。啊，若写字写唔对啦，还是讲若较无路用，我都甲捡捡。啊，我捡捡呐，咱台北哦，较无方便，因为吼，咱拿空调，我乱啦，不过就摕回去哦，阮故乡啦，吼，摕回去阮故乡。啊，我就甲烧掉。啊，咱嘛爱学啦，吼，咱嘛爱学吼，爱甲烧，唔通讲迄字纸哦，甲当作迄粪扫人啊啦，也是讲你要包的物件哦，垃圾的物件，往这个字啦，圣人的字就对啦。哦，孔门就是孔子圣人啊，先祖的字啊，经子嘛同款啊，你唔通乌白蛋啊，一定爱甲捡起来，哦，捡起来。伊讲安尼啦，你自然你都有这个，都上天都会祝福，有这个福禄寿天年，安怎福的？我才想起吼，我因为念时要写，我都无迄资料无听。老师有印证哦，以前一个老大人，一个阿伯，伊咧捡泥纸、捡弹弓啊，啊，伊捡起哦，去吼，伊拢去回收，去回收吼，啊，若较垃圾拢去拢回收。到尾伊死了后呐，去做神哦，做福德正神啊啥，伊去做神呢，所以哦，伊才讲呢，啊，你去福。这个福啊，福，若要讲福禄寿，这个寿啊，这个禄吼，这个禄嘛会使讲，咱啊，即马讲以这个福禄寿，你嘛会使写福禄吼，这个禄啊，吼，这个禄，这个禄吼，唔是讲吼，唔是讲有这个福气，唔是讲在世哦，咱死了后有这个禄，禄就是禄位啦，禄，你有福气，啊，唔只有迄个禄位，做神的地位啊，吼，对不？在做神。
啊，这个树自然就添，添火树啊，就延长，安怎？因为你做咱在这个世间啊，和你上界火树上界长的讲，和你食百二岁啦。啊，讲上界最听咱中国吼，咱讲上界火树上长讲哦，这啥？迄个这食八百岁哦，这这哈？好撇做啦。唔过你来去做神哦，有五百年。你在做另外，伊就讲添哦，福禄就修，自然就添这个火修就延长。你若有法度安尼做吼，自然历练哦，去上无啊，去这个上天做神，都还有五百年哦。啊，所以哦，啊个在这个五百年的中间哦，啊，就搁再修。所以我就想着讲，以前咱老师啊。伊当时也未归天的时吼，啊一寡师兄弟吼，比咱老师较早归天，拢嘛去做神尔。结果吼，老师迄句归天进前的时候，真侪人吼，十几年吼，都啊上天十几年就脱生死啊，就脱生死去安尼。上届那个亲像我上届知影，就是讲我迄个在，迄静心堂，迄何必来静心堂迄个哦。迄个吼，迄阿英的妈妈吼，伊听无偌久的道理，唔过伊对这个道吼足认真呢，啊，佫忍到道修好，伊马上吼死去的时候，祖师就佮收去。所以咱在座吼，不管讲有祖师收去，无祖师收去，拢袂要紧。你都只要照咱老师的道理，佮祖师的道理去修吼，你若有真正有到迄个境界吼，祖师马上就佮你邀去成无边，佮咱老师的成无边，啊，都安那。爱照这道理落去行，伊咪讲福禄寿延吼，添延，甲你添火寿，互你增加吼，即吼，即即摆是我解说安尼啦吼，啊，无一定按看恁安怎解说，就总共就是讲吼，第一就是讲吼，你爱吼，你若知道道理吼，厝边隔壁若唔知，咱来讲道理互伊听，吼，结即个妙道来结即个姻缘，搁再来即礼纸唔通乌白，唔通乌白收哦，吼，唔通乌白收，搁再。现在我们过来看这个，咱祖师拢给咱勉励。咱过来看第二首：万贯家财难胜道，夫妻同修忍苦劳。心明孤影方见妙，免对轮回脱业劳。伊讲吼，祖师就讲啦，真正万贯的财产啦，和你讲你的财产一来一去啦。你都也无法度吼，越过这个尘道。比吼，你一般的人若无修行的人吼，伊乱，伊的财产越来越去，死嘛是空空啊，嘛是让因跩子孙啊。啊，因子孙啊，若要甲修，嘛是让因子孙啊享受啊。啊，因子孙啊，若唔甲修，嘛是去马上都毁掉啊。所以吼，较侪财产拢无效。啊，就像无法度比咱修道啦，难胜道。所以修道上好。修咧，啊修道就爱修正道，啊咱即马讲的即拢正道，吼、哦，咱即马在讲的拢无咧讲灵感偏化，拢照讲咱的修养，吼、哦，对，圣道，所以讲万贯家财难圣道，吼、哦，无法度信咱真正修这个正道。翁仔某若法度同修上介好啦，吼、哦，翁仔某都爱忍苦，你翁仔某若讲家庭吼，看吼咱亲像咱像咱老师就好啦。咱老师伊讲啦，伊吼伊夫妻同修的话，咱老师食袂娇艳哦，食袂娇艳哦，咱寺庙也袂甲伊阻挡。颠倒吼，伊家庭家爹嘛甲伊块囝嘛甲教育甲真好哦，因为故食袂娇艳，迄句啥啦？囡仔细汉，到囡仔大汉，迄句会趁钱啊，都袂啊啦。迄句老师咧卖药啊吼，你出门吼。真正食袂娇艳，我吼，因为我甲伊生活边吼，我有小可了解。啊，你若看伊个历史就知，老师吼、哦，伊去咧卖药啊，伊安怎食三顿，你知？下昼时吼、哦，去咧迄个饭店，迄落唔是讲饭店，迄路边摊食。迄吼、哦，迄我有看到，伊安怎食一碗迄落阳春，食一碗饭配一碗阳春面，配一碗阳春面咧，老师就安尼讲啦，讲我迄饭吼。配阳春面，阳春面内底佫有菜汤，佫有青菜哦。咱来阳春面都有一撮菜汤。啊，较早，即摆无啊，较早有迄落，即摆讲肉素，较早有两块肉。伊讲我拢好啊，我食饭啊配一碗阳春面，啊佫有肉，佫有菜，安尼就饱。
老师就是安尼过日的，啊，当咧艰苦，伊食袂加盐，所以吼，那寺庙伊有法度甲伊动手，所以这吼，这人要讲会使讲，讲老师这样吼，讲夫妻同手拎苦劳，吼，无论安怎艰苦吼，安怎疲劳，老师吼，伊拢照常去讲道理，会用讲谈道不谈钱。你因为啊，你要知影明白这个因果啦，你才有法度看出了真正这个妙道。当今的人啊，真侪人拢啊做生意哦，歪果起错，无照步来。做有的人做官贪污啊，伊都是唔知因果报应。伊若知因果报应啊，咱来一句话，咱俗语讲自作自受啊。你做好嘛，家己受；你做歹嘛，嘛是你家己受呢。啊，你做歹，你若去贪污，后盖就是害了你家己啊。所以嘛，所以你若明白这因果报应，你才有法度看出讲真正的这道理，真正才袂讲去贪污啦。哦，比较讲咱在道好啦，在道就好啦。吼、哦，你若知这因果报应，你做工课卖物件，你敢敢讲去卖迄落？比较讲你若做菜，你敢敢讲迄农药偷落啊菜好价，你就马上摕来卖，绝对唔敢啦。啊，若敢安尼都。都人要讲，都是咧假修行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也知影因果报应，绝对一点啊歹代志，绝对唔敢做，吼、哦，唔敢吼。那孔子讲吼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咱家己敢食嘅物件，啊，则会使去卖人，对，照按照圣人嘅道理做，吼、哦，所以明，即讲心明过因方见妙。你若安尼做咧，你就免对着这六道轮回吼，六道轮回脱这个路就盲啊啦。托这个肉刀吼，甲咱这个蚊啊，甲咱砍了嘞，吼，砍了还，吼，这是我哩解说啊哩啦吼，啊，恁转去家己看，祖师就是甲咱勉励，真正孔子迄啰，在这个中庸迄当时吼，有一句话，咱祖师咧讲，讲要学就爱学个真，啊，真正吼，世间苦海啦，吼，世间苦海啦吼，因为吼，你在世间。更加享受嘛是几十年尔，啊，少年为着囡仔，你话拖磨，囡仔大汉，啊，咱像我老啊啦，啊，都几啊享受啊个，所以享受无偌久吼，啊，你话过有这个肉体啦，生老病死，吼，艰苦破病种种，啊，所以咱也是行这条道理吼，这是咱祖师吼一再给咱勉励啦吼。咱一般普通庙的百姓。是多多团忠心义出，但就二祖都唔是，二祖都是一个修行人，哦，伊在正修行得道，后来出来团道道济，啊，人家崇拜神仙。我当当时出来团道啊。是无什么成就，因为我学文浅，后来当二祖师伊甲教导，所有的道理拢二祖师教我，所以我从二祖师的教导啊出来讲道呢，啊，真正顺利就对了。